樊斌，樊斌，醒醒！文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对啊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记得了？我昨晚上喝多了，我真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就慢慢想喽。刚才小北好像回来了，他应该什么都看到了吧？我先走了啊。走了啊。文静。 直到走上天桥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恍惚间，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做梦了，要不就是半路上火车失事，我现在已经死了，阴魂不散，到处乱飘，看到的都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儿。我死了，文静看着樊斌可怜，干脆嫁给他，从此俩人过着幸福的日子。 我在这么一个平常的早晨过来打扰，万一吓到他们怎么办？小北，小北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呢。你找我干嘛呀？小北，你听我解释，昨天晚上我是跟韩文静在这喝酒，和我喝。我签了，你也签吧。小北，你听我说，我这几天会出去住，你别去我爸我妈家找我。 我也不会在我妈那儿。离婚的事儿，一个字都别提。小北，你听我解释，昨天晚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喝多了。你听我说呀，不用说了。我真的是断片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而且我跟韩文静不可能啊，我怎么可能跟她呀？你想想，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她呀？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我发誓，我跟她真的没有。小北。 小北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。这件事是我不对，要走也是我走。好，你走。呢？我回去拿汤去。哎，你别去了，钥匙给我，我去吧。不是，总让你跑。哎呀，你留下跟阿姨聊会儿天，快点。钥匙给我。那个汤锅在柜子上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嗯。你咋那么慌啊？晚了。听我说完，婉儿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胖子，你是拿他当挡箭牌来骑我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全是为王源打的。他喜欢了你7年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好不容易脱离现在的生活，你凭什么天天喝醉来骚扰他？啊？我。告诉你，这脚是为我踢的，谁说王源不喜欢我？